为你，我将创造一个清纯的日子，自由的像风，并周而复始。朋友你好，这里是 Be My Guest， 为你读诗，我是韩庚。今天我为你读的是葡萄牙诗人索菲亚·安德雷森的作品《月没有一颗星星》。月没有一颗星燃烧你的剪影，月没有一个神记得你的姓名，月你走过的地方甚至没有风，为你我将创造一个清纯的日子，自由的像风，并周而复始。如同绽开的浪花重重。